啊，这位小直怪就是我早上画画的时候，不是画画啦，剪影片的时候，看到他在玩画材，就进来玩，才发现有更新很多东西。他们都不玩了。哎呀，水里错屏啦！快截图。这里的谁都谁的观众啊？哎 哎呦呀！什么？问这只吧，不是好。哎呀，选字了啦，这个字很难选呢。听过什么？直接瞎猜。啊什么？铁甲背。铁甲背吧？啊，选字啊，选字啊，好啦，撑过150分，我们就换题目呗。因为那时候玩的时候，莫名其妙就已经，哇塞！哈哈！哎，不能写字啊！不能写字啊！写字就不好玩了啊，还写字。
还有谁呀、啊？我猜不到，不是这个布吗？打错字了、哦，哪个布啊？啊，这个狼。哎呀，啊？这什么东西？啊，不能写字哦！哎，不要再写字了，拜托！不要再写字喽！不要再写字喽！什么？这干嘛？这是剔除吗？那这是干嘛？哎呀！你看，这个就不知道是观众还是谁。你看，用讲的他可能听不到，就很难控制。哈哈哈！在画什么啊？哦哦哦！我跟你讲哦，我觉得一定会有人截图截这张下来哦。你的疑似音名就这么完蛋了哦，而且他的 R 不是这样子哦。我、哦、操！有人会截图下来哦，你要小心哦。我不要剔除跟忽视哦。我先画这个就好了哦。咻。哎、欸，江大娘哎、欸，天啊！大娘安安，如果你在看台的话，好啦，要换喽，换别的，提裤狗，你才狗嘞，我提裤狗。我找麦块的哈。哦，我的嘞，百分120，哎、欸，20，哇，50人呢、欸，这个好不好？好、啊、啦，就这个啦，这个50人的，看广告喽。哎、欸，看你也太快了吧，你神经病哦、喔。这个，哎、欸，我一进来就看到阿贝在里面了、欸，阿贝快画哦，哎呦，顶一堆，哎 欸，真的超多人啊、哦，秒杀吧！刷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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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多少人呐、啊？我就是，
会不会只画到一题就没有了啊？这才120分哎、欸！这才120分哎、欸！我觉得很坏，这个不雅 ID 进来我就把它踢掉。晚上好。对啊，所以我才要故意把他们时间拉慢啊，不然玩不到啊。不然那一块题我们多玩几次好了，不然根本花不到。那这些都是大家的主场啊，每个人都会猜啊，所以我觉得多玩几场吧，我觉得我真的玩不到。欸，这很恐怖欸，你看这个人潮。我们就画到。有些人想画图会画不到欸，难过。什么东西？眼睛那么多。啊。欸，我真的猜不到欸。糟了。什么？欸，这魔王体吗？不是吧。完了，魔王体。啊，什么？哎呀，我有点，什么啦？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，他这样闪来闪去，我不会猜了啦，真的不会认字了哎、欸，我开始有点。那怎么？那是海绵。完了。哇，这颜色好亮哦！又是海绵吗？
不是啊，嗯。啊，哎，这不是大家的专长吗？